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女人蜜语，我是主持人郭梦。我是主持人方艳茹 Angelina。 方艳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又敏感的话题了，就是聊聊我们大家的性幻想。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topic。 对，这个话题很多人心里想了但是不敢说，他们怕别人会对他们心存误解，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值得拿来聊一聊的。是的，比如说从古到今，我觉得大家的性幻想就没有怎么变化过，从我们古人喜欢那种三寸金莲的小脚，到现在这些各种成人电影中还有各种的恋足情节，包括啊日本人古人喜欢那种就是艺妓穿得开得很低露个脖子，到现在为止人们也一直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性感的象征，包括现在很多花瓶。其实从古至今，无论古人所说的三寸金莲也好，其实性幻想一般就只停留在几个部位。那第一个部位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脚和腿的部分是非常性感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脖子和锁骨的部分，是不是？对，比如说艺妓为什么要开得那么低，因为日本人认为脖子和锁骨是最性感的，尤其我们亚洲人比较的含蓄，他通常不会觉得丰乳肥臀其次就是这些地方了。对，还有另外一个部分，那就是纤细的腰。对，就是水蛇腰。对，包括当年什么汉成帝喜欢那种可以在手掌上跳舞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导致后宫有很多宫女啊节食减肥就饿死了。哦，所以身轻如燕这个词就是从赵飞燕身上由来的。对对，就指她的水蛇细腰。哦，好的。据调查显示，男人一天要进行50次性幻想。哦，真的吗？而女人只有34次，可见男人不是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每小时都要性幻想好几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么多性幻想都是在男人的角度上，因为他们一直在男权社会中占有一个主导性。哦，是这样。那其实在男人一天的性幻想当中，他们到底要幻想一些什么呢？有一个调查说，男人最多的性幻想的地方就是办公室了。哦，这真的是。所以你看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表面上有在听人家说话，但其实内心里不知道在看那个女同事的丝袜和高跟鞋在想什么呢。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为男性拍的 A 片都是在办公室里发生的，对不对？对，而且好像男人他们共同的喜好无一例外的就是黑丝袜和高跟鞋，而且一定要是细跟尖头的高跟鞋。那其实呢，另外男人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性幻想，那就是多人游戏，比如三 P。 对，英文就叫做三 P。 那什么叫做三 P？ 就是男性一位男性角色加上多位的女性角色而完成的，对不对？那因为男性呢在古代的时候都喜欢有三妻四妾，那虽然现在社会的婚姻制度不允许，但是他们还是会幻想自己和很多个女人发生不同的这种性关系。包括有些作家他们的书就叫做妻妾成群，要么叫丰乳肥臀，吸引了很多男性读者。虽然他们就是慕名去买来书之后告诉我，丰乳肥臀其实写的我不怎么看得明白，写得太高深了，不是想象的小黄书。还有很多男生喜欢女生穿他们的白衬衫。哦，真的是，这是非常典型的男生性幻想。对，因为他们认为女生穿她白衬衫里面什么都不穿的情况只会发生在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一是有种私密感，二是一种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是三是一种幻想，就是里面你什么都没有。对， 对，而且衬衫颜色一定要是白色的，最好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穿，然后若隐若现透明。 对， 对，这样给人非常大的一种幻想。对，往往在性幻想中人们都觉得有一定遮盖物或者是捆绑物都要比什么都不穿来的更吸引人。最懂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日本的这个有日本人，对他们就捆绑艺术。 对， 对，他们就研究 SM 虐恋，就经常说怎么样把人捆绑起来，包括怎么样打劫都成为了一种艺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性感的最高级。对，那你聊到这个其实就提到了另外一点男性的性幻想，那就是 SM、就是性虐待，对不对？性虐恋。 对， 对，不仅男人有这种性幻想，很多女人她也有这种 SM 的这种情节。是的，那在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出
最近最火的一部电影就是《五十度灰》，其中就是关于 SM 这样的一个性虐待的影片。对，那个女主角是个大学生，她就幻想一个高富帅带着私人飞机带自己到处游玩，为自己一掷千金，然后还可以满足她这种小小的性幻想，比如说对她实行一些鞭打，她就觉得特别的刺激。是，那刚刚其实说了很多性幻想其实都是从男性的观点来出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以前的世界里面大家都是以男性为主导，所以说是男性占有比较 dominant 的地位，所以大部分观点都是从男性出发。那现在其实女性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独立，所以说女性也有权利表达自己对性的幻想，所以说其实我们也要聊一下女性的性幻想。对，因为现在这些电影里面主要的受众就是年轻的姑娘啊，所以不满足她们的性幻想，这个电影也怎么发展得起来呢？是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五十度灰，就会有些人有些疑惑，是不是女性真的会有那种被强奸的性幻想？但其实我觉得不是，他们只是喜欢被高富帅一种非常主动的姿态来追求，为你一掷千金，为你包下鱼塘，对人家说啊，这个女人是我的，我这辈子只爱她一个。他们想要的其实只是一种被人家主动追求的幻想，而不是别人所误解的那样强奸，对不对？对对。哎，那方言如，你的性幻想是什么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的性幻想是比较偏古代穿越剧的、对，就是我还是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男性比较强势一点，就是还是那种你可以小鸟依人，然后有个王爷一样的人来疼爱你。对，他们心理学家说有这种性幻想的女生其实是因为本身可能比较羞涩，对于性有一种就是羞耻之感，他们觉得如果男人比较主动的话，那我这么被动我就可以就是表现出我不是情愿的，我就可以减少对性的愧疚之感，然后我就可以比较愉悦地享受我这段幻想了。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呢。那郭梦，其实你的性幻想又是什么呢？跟我们大家聊一下。我自己小时候偷看过一部电影，王家卫拍了一部叫《手》的爱神三部曲，它就叫《手》，是巩俐和张震演的，就是巩俐演的那个是一个妓女，张震是她的小裁缝。他其实就去帮张震打飞机，然后跟张震说记住这种感觉，用这种感觉来给我做衣服。我当时觉得这部片子看得我非常的震惊，后来我就觉得别人的手很性感。我对于那种就是手看上去很细还有点青筋的那种，就是在拿根烟的那种男人，都觉得哇，好性感啊。所以手这部电影就是你的性幻想启蒙作，是吗？可以这么说。那随着时代不同呢，其实现在的人的性幻想也是越来越有变化了，对不对？越来越开放，对对，而且非常勇于去实践。原来在国内还有些情趣旅店，现在大家就直接很多人在车里啊，在楼梯上啊，在没有人的会议室里就尽情地释放了自己的性幻想，忘记了旁边还有个摄像头的。是，讲到这个，就其实谈到现在的人的性幻想的场地啊场所和过去都是不同的了，现在他们的场地就是更加丰富多彩，对不对？像你谈到的洗手间啊走廊里啊这样。对， A 片也是越来越发展的，就是我觉得 A 片真的是穷尽了人类所有的想象，各种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拍不出来的东西。是的。那方言如，我们有这么多的性幻想，那我们如何去满足自己的性幻想呢？那我觉得呢，如果有伴侣的人呢，跟自己的伴侣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满足自己性幻想的一个方式。对，这是最让人满意的一种方式。对，但前提是你的伴侣是否能接受你的性幻想。比如说你伴侣非常的保守，你一下子给他讲了一个非常活色生香又生猛的性幻想，把他吓个半死，他不仅不会去体谅你，我觉得他可能还会指责你，弄得你颜面无光。 是所以说跟伴侣的沟通也是要选择一个良好的方式，看他接受程度怎么样。对，我觉得方式可能就是先试探一下他的底线，看他能接受什么，那你能告诉他接受的东西。如果他不能接受硬去告诉他，感觉也不是很尊重对方。是，那对于那些没有伴侣的人，他们其实可以找到这种可以满足自己性幻想方式的方法也有很多。现在很多人他们就可以约到，比如说我们前几期聊的这些炮友，他们都可以互相去尝试这种行为。是的，就找一些兴趣爱好比较相同的人，然后在网上兴趣相投。对，兴趣相投。对，
我们说了这么多性幻想，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社会中，性幻想真的是应该被尊重的，因为它是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像我们的老祖先就说过，食色性也，是的，饮食男女，说的就是性就像吃饭一样正常，是人的本性之一。那我们唯一要做的其实就是跟你的伴侣沟通好，因为在性方面我觉得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只要对方能够接纳你，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他就是最好的。是的，要正确的沟通与引导，然后达到自己性上面的满足，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对，只要不去影响别人，不损害他人，那我觉得满足自己都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希望大家继续观看我们的女人蜜语。再见，拜。